这猫抓老鼠的场面大家一定见过。我是那只老鼠，身后追我的猫就是我老婆凤琴。这几年咱村里的人都发家致富了，凤琴啊就动起了心思，非要把我弄回去和她一块儿承包鱼塘，让我不干保安回老家，这事儿可不成。 劲儿大，你真不爱是不是？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啊？行呀，只要你把这事儿衣服脱了跟我回家，我就不跟你闹了。我脱，你不回是不是？我也不离是不是？你不跟你离婚啊？行，那我出去找个男人去，我看你离。好吧，那就找去吧。但是你找着以后跟我汇报一下，我得看看他对你好不好。 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别动，你一动我把你胳膊攥折了。不是你，你说你年轻轻挺漂亮啊，偷东西？谁偷东西了呀？你以为我老年痴呆呢？啊？ 你们一头那保安干嘛追你？你管得着吗你？管得着吗？告诉你，这老北京人看见这违法的事就得管到底。对对对对对，又挺大人了，不知道什么叫害臊。我害什么臊啊？我老公喜欢我，违反哪条纪律了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别说这李大爷，你这误会了，我们是两口子。嗯，你们是两口子啊？他是我老婆。 目前是，那行，目前是等以后不是的时候我再管啊。什么不是了？我们永远是。啊，李大爷，你给我上厕所吗？怎么跑这儿看热闹来了？嗯，上厕所？啊，那是上厕所。妹妹，再见，以后再说。谁是你妹妹呀？你看看，你成她妹妹了吧？行了，这是商场，别闹了，行吗？走，你别动。 哎，大水，你的人呢？我问你话呢，你的人呢？你的人呢？没了。哪儿去了？我这刚说完就全员上岗，你这人呢？那我站你后边啊？你这像话吗你？你可真是的你！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 啊，人家那几个同志到其他单位可以当上队长，我们应该替他们高兴。闭嘴！就你一个人心里边感到高兴，我郑大水不得了了，培养所有的人到别的单位都当上队长了，这说明我郑大水有本事啊。那也是你这个队长指挥的好。哎，你少在这拍马屁啊！不是拍人，不是，反正这件事儿我高兴不起来。就你一个人高兴，哎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肯定还这么想呢。 这回我手下没有兵了，就变成我一个人了，我就可以跟我老婆凤琴回家承包鱼塘了。她也就不闹腾了，我也就清静了，对不对？天地良心啊，队长啊，你可不能这么冤枉我呀！我郑大水也不是。朱队长啊，你可不能这么冤枉我呀！必须把人给我招进来。你放心，不就是四个兵吗？对，马上招进来。 继续培养，继续训练新兵。哎，你拿我这当保安学校呢？校长，小姐到了。有人，快走！阿强，同志，快走！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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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！
你做什么？你这样子，有人快走！爸啊，死了就好了。你找什么镜头？你什么大哥？你做什么？这都第几条了？群演也得选的稍微专业一点的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坏人，坏人，主导，坏人，主导，我坏人，导演，我可以，我真可以，坏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导演，坏人，再给我一回机会行吗？我们正规招工，正规招工。留个电话吧，留个电话吧。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小伙子，看看，我们是正规的招工点，不骗你的。工作呀？这啥工作呀？保安，保平安呢。啊。中啊！你哪儿来的？我是少林寺。少林寺来的？少林寺旁边的老梁村。行，好，明天来吧。不是，那干保安能给钱不？管吃管住还给钱？中啊！哎，你可不能骗我，我会功夫。我骗你啥？那给多少钱呢？这也太少了。这还少啊？啊，2000块钱，2000呢？啊，我的个娘呀！啊，以为是200呢，2000，我还没见过2000块钱呢。你以为是200啊？对，要是200就太少了。那我跟你还说多了。我说你这小，还挺老实的。这才2年级，就打60多分，上课你都干嘛去了？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啊，连煎饼果子都买不起。大姐，来条煎饼。好。你先看看这个。这什么呀？招保安的广告。哎，要想考学，就得先找个落脚的地儿。来，啊，填个表吧。咋填那多东西啊？合同俺不会填。哦，没上过学啊？啊，上过，俺是外大的。外大的，不会写中国字啊？俺是外婆教大的，外大。俺外婆还教俺背《三字经》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。好。我跟你说话怎么这么费劲呢？你听不懂人话。我听不懂。那要不这样吧，啊，那个我帮你填，你说行吧？中啊。你叫什么？啊，帅锅。我不是问你长得怎么样，我是问你叫什么名字。俺是叫帅锅，俺爹姓帅，俺娘姓郭，俺叫帅锅。哦，好。那什么，那就这样吧。审查怎么样，周姐？周姐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那行，谢谢周姐啊。那行，走，你跟我走吧。嗯，走。哎，谢谢周姐啊。小伙子啊，来，以后啊，咱们就生活在这儿了。啊，挑一张床吧，你是第一个。队长。俺来北京第一天，你就碰到好人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到哪儿好人都多。俺谢谢你爹你娘生了个好儿，谢谢你爷你奶生了个好孙儿。别，不要叫，行。你这是谢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来，你这衣服啊有点大，我给你改改吧。啊，队长你真好，脱下来吧。以后不用这么客气啊，那以后就是啊，同事加兄弟，中。哎，行，你收拾吧，我改衣服啊。不是队长，还没写完嘞。对，北京真好，队长真好，保
戏拍就不安排住宿，咱们组呢就是这规定。总有一天让你们来求我。你可像俺娘。我像谁？像俺娘。像你娘？我可不像你娘。你娘啊，不一定有我手巧嘞。那就是俺娘像你。俺早就没娘了。哎，喂，阿导。谁呀？啊，我是霍小尼呀，您记得吗？什么尼？娃娃鱼。啊啊啊啊啊！就交500块钱面试费那个。啊，你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我是我是我。啊，咋的？对，就是我问一下，咱们什么时候进组啊？我们这期后天开机啊。后天没问题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跟这边剧组都说好了，他明天他必须得给我杀青，哎，必须杀青。行，那咱就后天见啊啊！哎，我再问一句啊。我那角色是有三句台词的，是吧？啊，是，行了，行，没问题啊。那后天我到组里一定请您吃饭。小伙子，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好，你好，请坐吧。你好。你叫刚强啊？我叫刚强。我天生个子小，身体瘦弱。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强壮的人，所以给我起名叫刚强。那你让你的爸爸失望了。对，所以说名字改变命运这句话并不准确。你为什么要来当保安呢？我认为保安，保安就是保一方之平安。哎呀，那你这个身子板能保一方平安吗？您别看我身体瘦弱啊，就是我看监控，那也绝不会让一个坏人从我眼皮底下溜走。这是擦鞋还是拖地呢？不好意思啊。保安办公室怎么了？你是来应聘当保安的呀？你看我像保安吗？我是个演员，来这个保安队伍里体验生活呢。啊，别跟别人说，知道吗？嗯，那不还是来当保安的吗？好干活。这边，二楼扶梯直行，厕所边上的通道走到头就是。咱们保安队终于来了个看得顺眼的了。我就是想留在北京，我就不相信了，偌大的北京城还没有我刚强的立锥之地。当时那个感觉是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啊，我就不信啊。结果怎么样？
我在北京干保安，一干就是20年呀。所以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先干保安。那这样，你就先留下啊。但是丑话说在前头，培训培训，看看你这个身体状况行不行？好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有个队友了。你轻着点儿，你再把它拍碎了。没事，我没那么脆弱，我叫刚强。你好，俺叫帅郭，俺爹姓帅，俺娘姓郭，给俺起个名字叫帅郭。帅郭你好，咱们这儿是应聘保安吗？是的，是的，请进吧。坐坐坐坐坐。好。泥哦，霍小泥，我是那个娃娃鱼那个泥，我的艺名叫娃娃鱼。娃娃鱼我见过，长得跟壁虎似的。你才壁虎。你行了。咱们这有床吗？你床啊，有啊，有保安宿舍呀。哦，行，那走吧。走啊。那天离开了家乡，来到传说中的陌生地方，告别了简单的生活，一个人在高楼大厦里彷徨。我总想着努力的工作，总想让人能感觉我不错，和他们说着家长里短的话。你看看你们那后厨脏成那样，我用2天功夫给归人那么干净，就扔2盆抹布就扣我钱呀？你把我工资给我结了，我拿钱我走人。干满一个月才能发。行啊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一分钟我都在你这儿待不下去了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都不信了，像我这么一应付出事，我在北京我还找不着点活干。你说，哟，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别提了。嫂子，你吃啊？你这什么吃？气都气饱了。哎，我跟你说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有事儿别往心里搁啊！你什么事儿都吃饱了再说。那你咋的了？又不干了？哎呀！你回老家照顾你妈去了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妈见到我就问你，见到我就问你。你说你也是的，你怎么不给你妈打个电话呢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啊？我儿子在外地上大学，还知道每天给我打个电话，这都亏你不是我儿子，要不得气死我。不是嫂子，我一打电话他就让我回家去。你说我十几岁我就来北京了，我现在回去，我待得住吗？我咋的？在城里待惯了，这还回不去了呢？把你给能耐的，有点这样你能住了。那你去你表哥那儿呗。我可不去了。只要有我哄着你妈啊，我保证她这一年都不再骚扰你的，真的。不是，我看上她什么呀？你最好去了哈，把她当保安这个事儿给她搅黄了。嫂子，你呀，你学坏了。回头嫂子奖励。行吧，那我这可算帮你啊。那我回头上那儿住去吧。哎呀，我给你当卧底啊。可是咱得说好了啊，我要是以后找着工作有地儿住了，我可马上就得走啊，因为你知道我的梦想厨师，是吧，嫂子？知道。咱这一言为定啊，有啥情况随时跟我汇报。霍小泥，哎呀妈呀，
还真是当演员的呀！我要看看，给我看看，你看。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，不灵不灵的。哼，那今天是阴天，根本就看不见星星。哎呀，周队长啊，啊，哎呀，四个人啊，我全都招齐了，你就等着接见吧。喂，哎，是刘伟吗？你不是说今天来吗？喂，喂，喂！哎呀，你说这还说不来就不来了呢。哎，哎呀，起得挺早啊。哎，你拖着个箱子干什么去？我赶火车去。哦，赶火车。赶火车？赶什么火车？不好意思啊，队长，我呀，我今天得进组了。其实我来这儿就是想免费借住一下地下旅馆。进组？啊，你借住也干啥？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等一会儿啊。哎呀，我这……喂，哎，朱大队长，半小时以后要检查你的病，我看好你哟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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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害惨了我了！你这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！你啊，啊！你借住一晚上，你告诉我呀！我要是早告诉您，您可能就不让我在这住了。队长，真是谢谢你啊！我在这住啊，比那个火车站的椅子舒服多了。你是个好人，咱们有缘，江湖再见。哎，别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你能不能不走啊？哎，你舒服了，我不舒服啊。他走的正好，我睡他的床。破床有什么可睡的？哎，我怎么碰上这么个人呢？哎，娃娃鱼，今天早上走的时候跟你们俩说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喂，哎，早。啊，可以，我这有信号，能听得见。啊，哎哎。怎么为啥不用去了？那我交那500块钱面试费呢？哎，导，你听我说，导，你们两个要是走的话，提前告诉我一声啊。队长，你别生气。哎，队长，这就是咱们保安队招工的现状。我郑大水这一辈子就没碰上过这种人。啊，你想在这儿睡一晚上没关系。你是不是忘带什么东西了？不是，队长，我问一下啊，咱们这个宿舍冬天有暖气吗？当然有暖气。那宿舍有24小时的热水吗？24小时不敢说，早上6点到晚上10点都有。到晚上10点，那这样哈、啊，如果说我留下来做保安，您给我安排工作，不能风吹日晒，因为我是靠脸吃饭的。啥意思啊？不是，那不会啊，咱是商场的保安，整天在商场里巡逻，冻不着，也热不着。行，那我留下来了，我不走了。你咋又不走了？我跟队长说过呀，我说有缘我们江湖再见。对，多有缘！哎，这么快就再见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有缘，是吧？哎，来，我来，等会儿，俺看他还会走。你等会儿。娃娃鱼，啊，你不会一会儿又跑了吧？不会，我不是那样人。队长，你呀就把心放肚子里，现在在我心里出名第一，保安第二，不是，
保安第一，出名第二。只要回来就好。哎呀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啊！哎，以后咱们又是一个坑里的战友了。郑大水，郑大水，谁呀？哎，狗哥。哎，铁柱啊，你咋来了？我，哎呦，表哥，别说了，我真忍不了他们了。怎么了？我但凡有办法，我也不麻烦你。你还有地儿吗？我，哎，行了，你进来吧。哎，你进来吧。哎，我给你拉，我自己来。我来，进来吧。哎，这又来新人了？啥新人呢？这又来了个借住的。这是我表弟王铁柱。你好，你好。表弟你好，我是帅锅。没洗手吧？啊，你咋知道啊？湿了吧唧的。你哪那么多毛病啊？哎呀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有点洁癖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怎么了又？就我去那餐馆，挺好的一后厨给弄的啊。我哎，你说我看不下去。他这要住这样，你是知道我的。我真受不了他们这样了，我就给搞卫生啊，我搞办48个小时啊，我好不容易我给他收拾干净了，最可气是那老板娘说我给他那抹布扔了，要扣我工资，你这多缺德呀，真的太欺负人了，谁让你扔人家抹布？中华好厨子，哎呀，什么厨子？厨师啊，厨师，对，是厨师，我支持你。那是。哎呀，行，厨师，你是厨师。哎呀，是，别在这儿了，大厨师啊，你就睡那儿吧，睡两天，赶紧走。不，哎，表哥，我跟他们住一块儿啊？咋了？不想睡也行。我们小区啊，有一家卫生条件特别好，符合你的要求。他们家要保姆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干保姆好多年了。我最近吧，我要思考点事儿。哦，我现在什么我也不想干。我就想在你这儿踏踏实实住些日子，啊，对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屁股。哦，对，我看你长得像屁股。你快点吧，收拾东西啊！你们几个也是，赶紧换衣服啊！一会儿朱队长就来了。走，嗯。队长，哎，有事儿。朱队长检查不是4个保安吗？您不还差一个吗？是啊，你说这个刘伟说不来就不来，你不来早说呀！你是对。哎，你别说，跟你在一块儿，我的智商都够用了。行，啊，表哥，这谁的呀？你收一下啊！哦，对，我表弟，表弟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啊缺一个保安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可干不了保安啊！你这，你必须干，你不干你就搬走。不是，干，必须干。哎，我哎，不是，你就帮我两天。你别脱我衣服，都哎呀，先放这儿吧。哎，来帮个忙，来过来。哎，不行，不行。从哪儿弄来的？都是你睁大了双眼亲自招来的？那眼力不错呀。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刚强。对，有文化，高中毕业，是我们队的小诸葛亮。哦，有文化，这个好。为什么要当保安呢？体现我的人生价值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。哎，先把这口气喘好了，刚强。小伙子蛮帅的，哎，就是帽子戴歪了。我说你呀，帽子戴歪了。呀，是。
不，我说你帽子戴歪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完美的角度，露出我左边眉毛。保安就不能爱美吗？哎呀，你把帽子戴正了，一样很美的。哎，这叫戴正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真名霍小尼，艺名娃娃鱼。我，就是像壁虎的一种鱼。还是壁虎？闭嘴！你这就对了嘛，关键时刻要有点威严。是。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你说话呀！对了，你不是让我闭嘴不说话吗？你一会儿让我说，一会儿不让我说，这个节奏不好掌握。说话。俺爹姓帅，俺娘姓郭，帅郭。有功夫啊！哦，哎，这个好啊，好好跟你们队长学，争取啊，立个二等功、三等功什么的。是，俺娘喜欢练功。不是练功，是立功。嗯。哎呀，我是让你立功，不是让你倒立呀。对，练功就得立着，还真有两下子。没两下子，他也不敢穿两条裤子。你转过来，给他换一身衣服啊，有损保安形象。那个正在调，正在调。你是？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半毛关系没有？没有。哎呀，不过我怎么听上你说话这口气，再看你这个眼神，我觉得你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啊！哎呦，大队长真厉害啊！我是他表弟。你真行啊！你听我解释，你看着办吧。哎呀，你听，别跟我解释。你呀，你怎么这么多嘴呀？你们一个一个的，哎呀，看你这个眼神儿，他自个儿看出来的。听你这个口气，你们俩一定有直接的关系。别学了，哎，你到底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？你这行呀！还能走，根本就不懂美。我呀，根本就不懂身体。我等着，我脚嫩。我就是身体。哎呀，大队长，这帮小子刚来，没心没肺，没轻没重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好，我看他们是没大没小，没规矩，这怎么能上岗呢？我跟你说啊，必须好好培训，如果培训的不好，全都给我退了，重新再招。是。大队长，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没问题。哎，嫂子，我这工作还没展开呢，让他给我留下先当保安了。哎，那不正好吗？不是嫂子，那我这一下从卧底，我这变保安了，这玩意儿跨度也太大了呀！你再者说了啊，那保安天天真得站岗，这站岗不也挺好的吗？你就当减肥了呗。这你要回巢。认回我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他怎么就弄不明白呢？隔壁家老王家，人家重保了国院才两年，就盖上了二层楼。两层小楼有啥新鲜的呀？等回头我承包了鱼塘啊，给咱们家盖个三层的。那老王他媳妇都跟我说了，说这村里头啊，担心你鱼塘你一个人干不了，回头呢再重保下来完不成任务。就不想给你了。你说这老王媳妇儿啊，他那张破嘴啊，除了吃就是跑火车。他说话你别信啊。再说了，这鱼塘承包不了，我不是还能承包果园的吗？是吧？你想想看，咱们村里面谁家葡萄有我种的甜？秦娜，嗯，其实我已经活到这把岁数了。住什么地方都不打紧，妈就是想让大水快点回来，让你这身边啊也有个暖被窝的男人。现在都不用男人暖被窝，你电热毯。风琴，哟，婶来了。好了，
们家那个猪啊，要下小崽儿了。是吗？嗯，那明天我过去看看去啊。哎呀，这玉米啊，也该收了。明天我一天时间都归您，啥问题都包我身上了，放心吧。这才是咱们女人村的男人。放心呐，等铁柱回来，我让他天天帮你干活，把你这么多年帮我干的活，都让他干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咋的？这干活还得还本还息的呀？哎，怎么还不起来？起床，起床，起床！哎呦！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先吓死我了！哎，无故不出操的，扣一个月的工资。保安这支队伍流动性很大，回想这20年在我身边来来往往的保安兄弟，已经有1000多人了。在北京啊，有40多万我们这样的小保安，默默地守护着北京的千家万户。我当保安这些年，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不是我老婆，而是和我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的这帮保安兄弟。这种缘分呐，不是一家人，胜似一家人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就总结了一句话：小保安，大出息。希望你们在保安这个行业里边啊，好好干。对，在咱们这个岗位上生根，发芽。不结果啊？这结果呀，就是像队长一样。干20年的保安，不是啊？我觉得这个结果不太好。干20年保安，和媳妇儿老这么两地分居啊？哎，不怎么样。铁柱，嗯，不是你咋公私不分呢？现在咱在说工作上的事儿。队长，咱工作不就是为了找媳妇儿吗？这就是，这。吃饭了。哎呦！哎，我说你们怎么能穿着保安服就上床睡觉呢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上面多少细菌啊！哎呦，人离开细菌是活不了的。这太不卫生了。快起来起来，我睡我们自己床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哎呀，不干不净，人没病。睡吧睡吧，我先睡了啊。你是说睡什么？你这起来，你赶紧把鞋弄好了，没事干。干嘛？请你把鞋摆整齐。你是这宿舍老大呀，咋啥都得听你的呀？为了维护公共卫生，以后你们呀都得听我的。我真是干什么你啊？问你了，我真是。我走行不行？什么？王宇，你事儿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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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 ，Hello。你是谁呀？我呀，保洁。我告诉你的保安室怎么走。保洁，你不去干活，你杵这儿干啥呀？哦，我们宿舍就在这边。总得相互认识一下吧。我叫张小美。对，还有最后一件事儿啊，那个我加你微信了，你通过一下呗。小美美就是我。哎，你怎么有微信号呢？你别这么紧张啊，我在商场工作群里面看到的。不是我认识你吗？咱俩啥关系啊？我为啥要加你微信呢？那加了不就认识了吗？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加我微信的话，我就能看到你朋友圈里面10张照片。抬头看我，你都敢发，我还不敢看。你参加过北京校星吧？啊，是啊。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吧？去一边去。不是，那个啥，其实这种节目吧，被淘汰什么的其实没什么的。那个导师在淘汰你的时候，他说要收你为徒，真收了？真收啊。
那你见到他本人了？那不是本人，还是蜡像啊！我支持你，特别看好你，你以后一定会成明星的。那你在成明星之前，能先加一下我微信吗？我松开，松开。警告你啊，别老给我乱发微信，要不然杀了你，知道不？哥，你也东北的呀？我也是，老有缘分了。很好，很好，要牢记咱们保安的守则，多学多看少说话，严肃认真有礼貌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遇到紧急的特殊情况，用对讲机报告我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要永远记住我那句话，小保安大出息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重复一遍，小保安大出息。家乡来到传说中的陌生地方，告别了简单的生活，一个人在高楼大厦里彷徨。我总想着努力的工作，总想让人能感觉我不错，和他们说着家长里短的话，爱聊的话题还真挺多。大北京的我是小保安，虽默默无闻，生活很平淡，与风吹日晒和辛苦来相伴，一哭为了道路自然宽。大北京的我是小保安，虽默默无闻，生活很平淡，尽管很是平凡，其实它不简单，只有担当才能成就一番。尽管很是平凡，其实它不简单，只有担当才能成就一番。